家乡美食推荐大会，台南的美食，沙朝宫的菜种，好多花生，花莲的，花莲到底异乡点心，从这边就可以闻到它的口味，因为它有蒜头薯，台南才过去的，那就台南，台南最有名的张秀雄米苔目，已经开了五六十年了，里面有一个在别的县市都吃不到的粉肠。这个也是我们台南。今晚十点，不及第十万金小明星大登山。